像风一样轻盈，我们会迎着困难前行，别让梦想变成泡影。即使世界多变，坚持不懈，不会去胆怯，只要我们努力去将困难打败。加油吧宝贝，让我们将快乐放飞，舞台中央聚光灯下，开心一起分享。哦哦，加油吧宝贝，别到了重新站起来，把手张开大声说，还为自己喝彩，我们是最棒的小孩。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智慧树宝贝二加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咕噜咕噜，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咕咚。大家好，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帮助宝宝激发卓越自护力的爱他美卓萃三独家冠名播出。哇，绿泡泡，我们这里还有精彩的才艺哟。当然了，不光有才艺，还有别开生面的游戏呢。哇，小咕咚已经迫不及待了，想要认识一下今天来参加节目的三个家庭了呢。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吧。夏天，夏天，数你最甜。红队小队长陈婉仪今年五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黄队，黄队，四四报告。黄队小队长郭思辰今年五岁，队员是他的舅舅和舅妈。蓝队，蓝队，精彩无限。蓝队小队长张艺兴今年五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三个宝宝根据主持人给出的口令抢桌子上的水果，拿到正确的水果后，第一个到达指定位置的宝宝获得一分，最后得分最多的宝宝获得五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三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两颗智慧星。好的，我们宝宝闯关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来考察一下小朋友们对于各种各样的水果是否够了解啊。嗯，对。来，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找找看，请听我的口令，我说开始，我们就可以围着这个圈跑起来了啊。来，第一轮开始。好，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三位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现在跑起来，笑容非常的甜美，看一看他们对甜美的水果是否也很了解呢？香蕉，香蕉快走到这里啊。第一个找到香蕉并到达指定区域的是我们的蓝队宝宝，掌声祝贺。
好，进入口令，第二轮，预备，开始，跑起来。仔细听好，这一轮要找的水果非常的简单，那就，还没说呢，等一下啊，往外边啊，这轮要找的水果非常的简单。山竹，哎，又是我们蓝队的宝宝啊！红队宝宝其实也找对了，但是呢，速度最快的是我们的蓝队宝宝，恭喜恭喜！来，第三轮，预备，开始，在这个方框的外面跑啊！好，听好，我们要找的是菠萝，菠萝，快跑到菠萝小里。好，这次要恭喜的是黄队宝宝，掌声鼓励。好，这次我们要求一边跑一边捂着小肚子啊，来，预备，开始。哎，不要跑反了。好，这次我们要找的水果是什么呢？哎，杨桃。快快！哎呀，杨桃这个水果我不认识，后来想了想就拿了。好，其实我们红队宝宝最先找到了，但是有点犹豫。那么到达指定区域最快的是我们的黄队宝宝，恭喜！好的，这轮当中呢，我们的三位宝宝玩的都很开心啊，而且呢都有收获，都有得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本栏目是由帮助宝宝激发卓越自护力的爱他美卓萃三独家冠名播出。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会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家庭展示他们各自的风采。哇，咕噜咕噜，小咕咚好期待呀！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你一样都很期待，那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下面的环节——家庭才艺秀。光照。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一个大朋友拍苗需要将计时器停在14到16秒内，完成后将乒乓球传给宝宝，宝宝走小脚丫路线传递乒乓球。另一个大朋友需要将乒乓球吹到最后一个纸杯，用时最短的家庭获得5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3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好的，到了我们亲子大比拼这个游戏环节了。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红队家庭的表现，来准备好计时开始。好，好，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光听着主持人说话了，所以可能在这个数这个秒的时候就把握的不是特别准。来归零一下，计时开始。回去，没关系，不要着急，没关系，不着急。来，脚丫子这个左右啊，有点分不清。继续，先看准了再下脚哟。我看出来了，红队宝宝是一个喜欢挑战难度的小朋友，他不喜欢两个脚交错，宁愿迈大步啊，也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啊。哎，对，跳过去，好的，哪个脚？看好，看好，哎，最后看好，看好，看好。对，哎呀，太不容易了。好，去小咕咚吧。哎，来找我。到这儿来，看一看，爸爸这边完成的怎么样？这样也是可以的，人家连跳了，但是这个就不行。您如果有哪位家长说我有本事从第一个杯子直接跳到第6个杯子，也是可以的啊。那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爸爸加油！加油！加油！是说我们想象的，对，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定要轻轻吹就好啊！我提醒大家啊，它是要对。哇，要成功了！好。好的，红队家庭呢完成了任务，虽然是遇到一点点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玩得非常的开心啊！你们的用时是3分08秒，来为自己鼓掌。好的，应该说给我们开了个好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请出的是今天的第二个家庭，黄队家庭。好，我们的黄队家庭也已经准备好了，来，我们的计时开始。好，看一看黄队家庭的，这是舅妈啊，哎，不能看，不能看啊。对，
看看您心中能否对这个时间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概念呢？第一次能否成功？哇，14秒94，恭喜！好，打乒乓球给宝宝。往往我们的大朋友这个在成功之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不要忘了我们的任务啊，是传递这个乒乓球。看仔细啊，小朋友，千万不要走错。好，先迈哪个脚呢？这个时候，可以的，得跳过去啊。好，然后是哪个脚呢？可以，好了，来过来吧。过来。看我们黄队家庭最后吹乒乓球，能否非常的顺利呢？加油！还不错啊。啊，大舅这还使劲呢，我觉得已经很温柔了啊。但是关键是得找准这个劲儿啊，该怎么使，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技巧在里面啊。我刚才说了，还可以对啊，没关系，再调整一下。可以多加一点水啊。对，水也可以是可以随便加的啊，但是要抓紧时间了。那个孩子不太会，刚开始也不知道这个水里头放多少水啊。不好吹啊，看来是有难度的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不妨在家里也可以试一试啊。看似容易，其实真正做起来还是很难。好的，我们的黄队家庭呢也完成了任务。最后呢，这个大舅这个环节让我们捏了把汗，但是还是成功了啊，用时是2分39秒，来为自己鼓掌。好的，最后呢，让我们请出我们的蓝队家庭，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吧。好的，最后上场呢是我们的蓝队家庭，来做好准备，计时开始。好，妈妈速度也非常快啊，在我说完计时开始之后，马上就拍下这个眼神在望向爸爸的那个方向。17秒23，不好意思，来，好，可以开始。17秒23的话呢，对于我们要求的规定的范围值是超过了1秒多，所以可以调整一下啊。啊，但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啊。11秒99，好，再次归零。好，开始。好，加油，下次就已经可以成功。好，14秒99，哇，这个时间也非常的有意义啊！来，马上就要进入15秒，来，宝宝可以出发了。好，真的是不太好拿捏啊！好，跳过去，好，注意颜色，好的，最后怎么来走呢？退回去了要，最后没有看仔细，没关系，来再走一遍，快，加油，再走一遍，对，只要对准颜色其实就可以了啊，对，好，对，可以，对，好，最后看好。好的，蓝
队家庭也顺利完成了任务，尤其是爸爸这个环节可圈可点。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个经验，就一开始把这个水加的相对满一些啊，也更容易能够成功。来看一下你们家庭的用时，2分30秒，为自己鼓鼓掌。好的，我们今天的三个家庭都已经完成了这个环节的游戏任务，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如何。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游戏呢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究竟是哪位宝宝在两轮游戏当中最终胜出呢？现在我要宣布，获得今天智慧树宝贝2+1冠军的就是我们蓝队的宝宝，恭喜你！恭喜！当然了，我们红队和黄队的宝宝表现得都很棒，他们都是我们的智慧宝宝，也都将获得我们的智慧奖牌。小咕咚，下面就让我们来为小朋友们颁发奖牌吧。好的。哎，恭喜恭喜！好，来，好的，来，掌声送给他们。今天三位宝宝表现的的确都很棒，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智慧奖牌，还能获得本栏目送出的奖品。本栏目的奖品是由帮助宝宝激发卓越自控力的爱他美卓萃三提供。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不要再犹豫了，赶快通过屏幕上打出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吧。对呀，说不定下一次来参加节目的就是电视机前的你呀。期待着您的参与。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一起来说，宝贝2+1，快乐做游戏。小朋友们再见。再见。吃饭不剩一粒米，粮食要爱惜。我碗里饭菜吃光光，我心里真得意。